蔡连木，这事跟你没关系，走开。有什么事冲我来，那三个女的是我交去的。合着你们两个一起搞我是吧？没事吧？ 算了，他已经得到教训了。雪，还疼吗？一定很疼吧。 这样了，多危险啊！ 是挺危险的，哎，你别弄了，就差一点了。倒是你，以后遇到这种事记得要跑，又不是拍漫威电影，逞什么英雄啊？干什么？莫名其妙的。 不管怎么说，我干的是不是很漂亮？切！你今天怎么穿成这样啊？怎么样，我自己改的。那冷不冷啊？穿成这样能招到什么好人？你约了谁啊？男的。 打电话，知道你关心我了。你想多了。
这个位置看景色真棒，你喜欢就好了，快吃吧。嗯，真好喝。你袖子上怎么了？怎么有血呢？哦，给蔡天木处理伤口的时候弄伤的。蔡天木，他受伤了。 嗯，都是那个杨一凯。对不起啊，我应该亲自去接你的。嗯，跟你没关系的，只是个意外。那跟蔡天木有关系吗？你们在谈恋爱吗？ 对了，比赛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嗯，还在准备呢。 有信心赢吗？结果谁知道呢？如果我输了这场比赛的话，就会失去所有，背上抄袭者的名声，一辈子也抬不起头。不就是个比赛吗？不至于吧？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要保护住我的妈妈。那如果有什么需要，随时跟我说，说不定我会帮上什么忙呢。不用了，我想靠我自己的能力去解决这件事。 其实你知道吗？我很少跟别人提起，我爸爸就是做服装行业的，而且在圈内小有成就。因为家里的原因，我也选了这一行。但之前我并不喜欢，直到遇见了你，看见你努力的样子，我才有了努力的动力。所以这学期结束之后，我就打算出国深造了。嗯，那很好啊。 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？嗯。你好，我们三位。哦，对不起，客人，我们这里是需要提前预约的，而且已经订满了。那我们去原来那家吧。哎，朵朵，是学长吗？对，就是学长。你不说他今天很忙？ 嗯，一博士，哎，那是云小溪吧？云小溪，这里沾到奶油了，别动！哇塞，真的哎，他俩不会在谈恋爱吧？朵朵，别拍了。 谢谢，谢谢。哎，你快看，有流星雨。跟喜欢的人一起看，特别好看。今晚10点，你来一下义卖会现场。
不起，我还有急事，先走了。说模特可难模呢。我真是傻，现在才发现每次遇到危机的时候总是蔡天母第一个冲出来替我解决。蔡天母，你一定要等我。你是我心中最爱，幸福归来。难道走了？喂，在这儿呢。你怎么喘这么大的气啊？我跑步呢。半夜三更穿这么隆重来这儿跑步？你是来找我的吧？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明明是你叫我来的。你不是约了人吗？我临时改变主意了，不行啊。你不会在这儿等了很久吧？你说呢？也对，从刚刚就开始了，可能是我来得太晚了。不晚，现在才刚刚开始。你在和学长谈恋爱啊？谁说的？没有啊，我这里都有你们俩约会的视频了，你骗谁呢？小希，一博的爸爸是黑的 Apparel 的董事长，你是知道，但我觉得为了比赛你这么做挺没必要的。你为了比赛还真是不择手段，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啊！来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来，哎，让一下，来看镜头。你干什么呀？拍摄你们一群人欺负一个人的宏大场面啊！然后发给教授，让他来评评理。你又不是我们系的，你管什么闲事儿？就是，你凭什么管？凭我是云小溪的男朋友。云小溪的男朋友，怎么证明？我为什么要证明？如果你非要证明的话。
是让我发现谁再敢欺负我女朋友的话，小心点，别以为你们是女生我就不敢动你。我有话跟你说，夏朵，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要针对云小溪。你不是应该安慰我吗？我怎么对他了？现在被威胁的人是我。夏朵，你能不能别那么幼稚？能不能不要老是耍你的大小姐脾气？一波，我喜欢你，云小溪根本就配不上你，我才是一直在你身边的人。夏朵，我从来只是拿你当朋友，仅此而已。对不起。我哪不如那个云小溪？你吃掉苦头才行，不然怎么对得起我的初吻？那也是我的初吻，好不好？你是不是欠我句谢谢啊？谢你什么？谢我刚才亲了你啊？啊？哎，要不是我的话，你要被那群人围殴了，知不知道？好，谢谢你。不谢。小溪，小溪，嗯，我从来没有穿过这样的衣服，我看看。哎呀，我看看。真好看，真的吗？嗯，你今天是有什么喜事吗？这么开心？没什么。我穿这样是不是会不自然？不会，很自然，很合适。一会儿我给你这儿再加一个肩带会更好看。那我怕别人笑话。对了，之前看过张曼的采访，高中的时候经常被人笑话是丑小鸭。你看，没骗你吧，多美啊！这小溪的衣服好看。那可不一定，得看是谁穿。一会儿把头发做一下，让他们见识一下，丑小鸭也有变成白天鹅的一天。天鹅，小溪。能不能把这件衣服借给我一下？我想穿去同学办的 party， 会不会太夸张了？
不会，不夸张。这件衣服送给你好了，我再重新做一件，在这个基础上再修改一下就行了。真的可以吗？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别拍了。习惯了，看到美的东西啊，就是想拍下来。我是说这件衣服特别漂亮，穿在你身上特别合适。小西，我突然想起来有个事儿，我得先走。啊，好。衣服我就不客气了。好，我先去换衣服。没问题，记得好好表现啊。嗯。小西，啊，那个衣服，啊，谢谢。我能看看你刚刚拍的张曼的照片吗？嗯。现在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差点错过了什么。怎么了？是不是我脸上沾到什么了？戴上了。
抄袭也是一种犯罪。看到这个的人是小偷，难道你是夏朵？是你吗？云小溪，有意思。那么晚回来又去哪儿了？啊？什么呀？抽奖抽到的旅行券。那么幸运。你可以叫上姨妈一块儿去，我帮你收拾行李。啊，这也太突然了吧。中奖这种事情当然突然了，我还要上课，不能陪你去。你要是不想去的话，我扔掉了。给我别扔啊。好不容易抽到的奖怎么能扔呢？太浪费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我可以托你的福去看樱花了。我这就去给你姨妈打电话。哎，妈妈去旅行就不会来学校了，那么车祸也不会发生了。没落东西吧？家里的事你不用担心，有我呢。都带齐了，放心吧。今天有什么打算啊？学校有练习课，应该会很忙的。哦，忙点好。你现在长大了，妈妈不在家，你要学会照顾自己。饿了自己煮点吃的。阳台上的衣服记得收回来，要是下雨的话就白洗了。还有，你一定要记住。进门换鞋，不要踩的到处都是泥，你听见了？知道了，快去吧。那我走了啊。难得出去旅行一次，你至于吗？又不是说我不回来了。来，让妈妈抱抱。哎呦，过两天我就回来了。我走了，要乖啊。喂，
院怎么说，严重吗？哦，没什么大碍呀，谢天谢地，没有大碍就好。哎呀，我也看出来了，我就是没有旅行的命。就这么着吧，再见。哎，可惜了我的樱花票。这又是什么呀？这个孩子总是丢三落四的。选拔赛，4月11，不就是今天吗？哎，我把这椅子放下。来，都往我身边挪，再往上一点，面膜。再往上，往上。那我放这儿啊。待会等你们说完这句话，我们再出来，然后你们才行。哎，七哥，把那鞋子给我拿去。哎，好嘞。那边再加2把椅子。嘉宾席的椅子过来再确认一下啊。完美。我为了穿这个进了水罐了。知道了，一会儿完事儿来带你去超市的。现在小心点啊，不要在上台前出差错。喂，娜娜。好，我现在去找你。我跟你说，我这次看了朵朵的作品，太厉害了。绝对第一，必须的。晚上想吃什么？朵朵，干杯干杯。但是丽丽，你也不能这么说。云小溪在我眼里一直是一个特别努力的裁缝。小溪，这是那个咖啡厅妹妹吗？哇，她穿上这身衣服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？哇塞，教授说的果然对，好的设计啊，是谁穿都好看，而不是用模特来衬托衣服。多多，听说这次是观众投票，哎，不过你压力也别太大了，对手嘛，不过就只是个云小溪。丽丽，喝饮料，来来来，饮料特别好喝。多多，别听他说。好紧张。是，我想去上厕所，但是我怕把衣服弄脏了。你换了再去吧。好，那我去换了。我相信你，你一定可以拿第一名的。啊！怎么有人进厕所？请问小礼堂应该怎么走？从学府路路口过去以后，西门右拐进去就是。相信。
记录。